继姜涛同阿张喺由彭秀慧执导嘅英皇电影《阿妈有咗第二个钟》，同影后毛舜筠合作之后，本部曾经独家披露 Anson Lau 同埋 Eden 呢一对大叔的爱灯神 CP 将会同毛舜筠一齐拍摄电影。不过 Eden 则表示未有确认，反而希望尽快有呢个消息。琴日谜底终于揭中啦，毛姐喺社交平台贴上咗同 Eden 嘅合照，更加话又多咗一个仔，睇嚟毛姐就快成为 Mira 嘅母亲啦。